下一集的《好世谋2》，何青青看着手中的影片会有什么发现？没答案的公司突然出了问题，没能借到钱，惠生仇决定向公家教求助。马德良带马赛管理五金店，但萧敢当怀疑他别有用心。《好世谋2》星期五早上11:30，八频道。你也可以在 Me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《好世谋2》的视频。本节目是由以下机构温馨带给您。